好，题目说哈，这个图上哈，他说现在有个电池哈，有个 battery 哈，它连接了一个什么呢？连接了一个均匀的电阻啊，其实是可变电阻啦啊。你们有看，实验有用过可变电阻吗？它长得就像螺线管，对不对？上面有个东西可以滑动，对不对啊？上面有个可以夹那个鳄鱼夹那个哈啊，可变电阻哈啊，均抱歉，他先讲均匀电阻啊，整个是均匀电阻 R 零啊。那这个接点可以任意的这个滑动。好、哦，任意滑动，那它可以滑动的范围呢，是从 x 等于零到 x 等于15公分，所以这个整个的长度是15公分，啊、哦，从左滑到右，啊、哦，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透过这个滑动的这个电阻，啊、哦，从左滑到右，啊、哦，那就会改变整个系统里头呢，啊、哦，能量消耗的这个功率，啊、哦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滑多少呢？这一段是什么？这一段是并联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并联出来的电阻再跟它怎么样串联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，那它要你去算什么呢？它要你去算这个电阻啊，就是这个啊、哦，它能量消耗的程度随着 x 的变化，就是这个的 p 啊、哦，这个东西它能量消耗的 p 对什么呢？x 去做图，啊，要你去画出这个函数是什么啊？好，那现在他告诉你说我的电动是 epsilon 是五十伏，啊，这个 r 呢是二 k 欧姆，然后呢这个 r 零整个呢是一百欧姆，啊，那当然这长度这里到这里的长度是十五公分，啊，好。那怎么算这个题目呢？好，首先第一个哈，我们先看哈，今天它跟它啊，这个里头呢，我如果去滑动这个接点的话啊，那这个接点所带有的电阻是多少？假设这个叫做这一段叫做哦，把它定义叫做什么呢？假设这个我把它叫 R1 好了。好、哦，可以吧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的 R1 啊、哦，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 R0 乘以什么？假设它总长叫 L 哈、哦、，L 等于15公分啊，哈、哦，先用 L 来代表啊、哦、，L 然后分之 x， 对不对？电阻是这样子嘛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边的等效电阻是多少？我的 Req， 好，我这样哈、哦，我把。因为这要算两次等效电阻嘛，对不对？这一区，这一区哦哈，这一区我们叫 R prime 啊。其实理论上这一段你们应该会算啦、啊、哈。R prime 会等于多少呢 ？R prime 相当于什么 ？R 万分之一加上 R 分之一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相当于什么？R1 R2 R1 乘以 R 分之 R1 加 R 嘛，对不对？那 R1 是什么？ R1 是 R0 的 L 分之 X 加 R， 上面呢 R0 R 然后 L 分之 X， 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？ R0 X 大家都乘上 L L R 啊、哦、R0 R 啊、哦。然后呢，这个 x， 对不对？就长成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个第一个没有问题吧？可以吗？啊、哦，好，那再来呢？我的总电阻啊、哦，总电阻就是这一个再加这一个。对不对？那这一段，我看看，我把它叫做，好，叫做 R2 好了，没关系，这叫 R2 啊、哦。那这一段呢，它电阻是多少 ？R2 呢 ？R2 的电阻是什么 ？R2 的电阻相当于 R0 一减掉 L 分之 x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新的整个的 Req 啊、哦、，Req 啊、哦，会等于什么呢？整个的 Req 相当于什么？R prime 加上 R2， 对不对？所以 R prime 是多少呢 ？R prime 是
R0RX 加上 LR， 再加上 R2 是什么呢？ R0 一减掉 L 分之 X， 啊、哦，这是总共的 R， 好、哦，总共的 R。好，到目前有什么问题？好，继续哦哈，这个题目哈，纯粹就是算数学啦哈。哎，这里。好，这是全部的 R 哦，那我们的功率相当于什么 ？P 等于什么 ？R 分之 V 平方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幸好这个简单一点啊、哦，就相当于什么呢 ？V 平方，然后把这个整个带进去啊、哦、，REQ， 对不对？整个带进去啊、哦，整个带进去啊。哦好，因为你下课了哈，我整理很快整理一下哈，它就变成最后答案应该是100 R， 这自己会整理吧，导数会整理吧，可以吧？哦，100 R0 分之 epsilon x 的平方，哦，那100 R 除以 R0， 哦，加上10减掉，哦10x 减掉 x 平方的平方，啊、哦。好，会变成这样子哈、哦。好，那画图嘛，对不对？我功率要画图嘛哈、哦。好，我来很快的画给大家看哈、哦。那等一下没关系，等一下下课再多延一点点时间哈、哦。好，怎么做呢哈、哦？因为我们的这个长度是从1到15公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我就需要啊、哦、画到15，对不对哈、哦？好，那我们的这个公式呢哈、哦，会等于多少呢哈、哦？好，它就等于第一个哈。哦100啊、哦、乘以 R 是多少？乘以2000，对不对？好，100乘以 R 是2000，再乘以什么呢？ Epsilon 是多少？ Epsilon 是50啊、哦、乘上 X 好、哦、X 就是这一个地方啊、哦、然后呢除以 R0 是多少？ R0 是100啊、哦、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什么平方啊、哦，这是上面的这个式子啊、哦，然后下面的式子呢，要除上下面的式子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把整个刮起来啊、哦，除以下面的式子，我先把刮住啊、哦。下面是多少呢？下面是100乘以好 R 除以 R0 啊、哦、，R 除以 R0 是多少？来 ，R 是2000除以 R0 是100。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加上多少？加上10乘以 x， 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减掉什么呢 ？x 平方，减掉 x 平方，然后呢，整个分母是什么？平方，啊、哦，就等于这样子啊、哦。好，那这就是公式啦，哈、哦，那我们把它画图啊、哦，画图啊、哦，好，就长这样子，啊、哦，那大概就是从。把它擦掉哈、哦，啊，就是从零到十五公分，然后这边呢，我的功率消耗呢，就是从零大概到3.5，大概就这样子，啊、哦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这个纯粹只是让你去推导这个东西而已啦，啊、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啊、哦，这个为啥出这个题目呢？就告诉你说啊，哈、哦。假设哈，假设你今天这个电路啊哈，你这个电路啊，你去绑这个电路的时候啊哈，就有接点嘛，你加一个有阻抗的东西上，接长一点跟接短一点，它会发热消耗功率是多少？哦，其实这个题目的用意是这样子啦。哦，好，这是它的长相。哦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。